艺人李芳文因为工作关系日夜拍戏，生活作息不固定，日前左下腹部闷痛发现多颗息肉，目前正做进一步检查当中，让他深感健康的重要。他周末到台北指南宫保肝筛检做代言，呼吁大家不要找任何忙碌做借口不去检查，早期发现疾病都可以早期治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喝酒呢，肝硬化的啦、哎，这几年啊，然后什么，因为长期的过劳啊，吃太好啦、胆固醇啊，我都觉得说，告诉自己，我们要爱自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定期的检查。要哎，请问你，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医生跟检查，是、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他会常常督促的我。去因为我这几年我平常心讲，我很怕到医院，我怕检查个万一怎么样，我也怕、对不对？所以呢，心态对，我相信你不要笑我，我相信在场一定有很多人，然后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呢，我觉得没关系，我们预防胜于治疗，我们不管怎么样，先检查，真的有什么问题再治疗。像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怕什么？对不对？对、所以呢，去年我的经纪人就带着说，方文，你已经好几年没检查，去检查，一检查，哎呀！不得了了，大肠息肉割了12颗，12颗啊！对，你生活把我吓，生活过得很好哦，你怎么把我真的惊呆了？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吃的原因，还是我饮食作息不正常，我也不知道、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许是家族遗传，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就乖乖的，这一年是去年12颗嘛，我今年呢，上个月我刚检查，很好，进步只剩6颗。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一场这个免费的肝癌筛检，还有腹部超音波，如果没有在座所有朋友的大力帮忙，当然很多都是熟面孔啦哈、对，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忙，没有办法有今天这一场活动的诞生。但特地要谢谢我们这个指南宫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肝基会，当然呢、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在推广肝癌肝病的这个预防还有筛检呢，我们是不遗余力。那当然指南宫呢，我们主事是吕洞宾。吕祖先，对不对哈？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吕洞宾他一直有告诉大家，我们要走正道，我们要教化，我们要行善。那我们肝基会刚好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是走正道走大路，因为呢我们一直在教化大家对于肝的一个知识的预防，但是我们也常常走小路，因为呢很多的偏乡没有大路，我们走小路，但是呢我们借由这不管大路小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帮助大家的事情，借由筛检发现很多人不晓得自己肝有问题，因为肝没有神经啊，所以如果肝顾得好，就仿若我们这个猫空缆车一路平安啊，然后可以去那边泡茶聊天。但是如果肝顾不好，你就像坐云霄飞车啦啊，我们这个人生呢会有很多惊声尖叫的地方。即使天空不作美，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候，民众还是踊跃参加免费保肝筛检，挽起袖子抽血检查。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这个肝脏的这个筛检啊，那因为第一个就是免费嘛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不只是就是肝脏的数值，那一般的那个癌症的一些数值它也可以显示出来，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活动的，对，那也是对回馈这个李明啊，对啊，那我对这个公益活动的话，当然也是虽然天气很冷嘛，但是还是想要支持一下这个样子。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活动啊，能够参加抽血，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啊进行这样子一个健康检查活动。今天我们来参加指南宫跟台北好心肝一起办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抽血检查跟腹部超音波的活动。我们大家里面都很热情的参与，虽然说天后状况不是很好，可是大家参与的程度非常的热络。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呢，往后每年都可以再继续举办，然后扩及到我们更多的里民，那让我们附近这几个里的一些里民都能够受惠。对，因为第一次办，我们也不想大家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非常的好。那我们里民给我的回馈也觉得说，哎，这个活动对在地的里民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举办下去。肝病每年夺走上万条性命，因此抽血筛检是基本动作。筛检出的 B 肝、C 肝炎患者，一定要再做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确认肝脏是否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跟指南宫这边共同来办这个活动，
所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希望将来呢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机会。那天时呢，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办活动，高主委刚刚也讲过，应该下雨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相信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比我们意料的人潮来得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和。好，那也很高兴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大家过去以来我们干机会的活动呢，都承蒙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共同的协助，才能够让我们在全台湾本岛离岛，我们办了800多场的免费的筛检，我们的演讲超过1000次以上。同时呢，我们在去年开始提倡这个腹部超音波的，我们这个全岛一杆的这个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在台北市，我们的慢性肝病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死因当中已经占到了第14名，那以及在癌症的这个部分，主要死因肝癌是在第4名。所以像肝病，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是没有声音的那早期发现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活动非常有意义。这个雨代表就是说户后一个上来山上有仙气，所以有云有雨，代表李主很开心。虽然在造成大家一点点的不方便但是看到今天的盛况我想代表指南宫管理委员会再次欢迎，同时感谢大家。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其实这个缘起是 Chris 以及我们杨月虎杨董事长，我们讲很久了，但是也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延了好几次，但是选择在今天我想有特别它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整个文山区我们20个里长带领着我们的李林，以及我们郑区长带领我们文山区我相信指南宫是李主的道场，李主讲的是修性修命修心性但是不只是要修心性，还要照顾好你的生命。D 肝代言者已有药物可控制 ，C 肝更是有极高治愈率的药物，这些治疗费用全部健保给付。因此，肝基会呼吁 B、C 肝病友尽早接受治疗，持续结合社会爱心善款，从事肝病筛检活动，努力找出潜藏 B、C 肝患者，提升民众保肝意识，期望在主动出击之下，有效提升民众就医意愿。记者温俊台北报道。